燕麦自由，嘿，换衣服了，出门了哦。今天练完就放假了，回家了哦。5:58，出门。早安。早安。嘿，我又起早安。嗨，一大早，才6点。哇。你敢去？师傅这个是打广告一样，纯农燕麦。嘿。时间，先睡一下，吃完再拍。嗯，我球场了。张一，早安。走。换衣服。然后凌晨4点的斗六棒球场。太扯，现在几点了？凌晨4点斗六棒球场，这个都看过。Hello。换好衣服，准备高热高蛋白，太瘦了。你。接着走。麦克旺，早安。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展翼去拿牛奶，拿回来泡高蛋白。那牛奶，结果嘞，他给我拿的什么豆浆？好，尝试一下。豆浆抹茶高蛋白，喝看看，
在要去，又遇见你了。哎，你是在录什么啊？啊？我不知道录什么，我想看到你就录一下。阿伟早。嗯。展翼又是你。行，早安。拜拜，魏全龙的一天。魏全龙直接放着，魏全龙直接放着这一天。看看，毫无保留的。看到的这些都是认真训练选手，天都还没亮就已经到了。辛苦话了，就先这样吧。你在意？去慢跑，该减肥了，去。火化完了，等早餐来，先拿个早餐，然后拿完早餐就先放着，或者吃个两口，然后准备打击，早上先打击，打一些踢坐之类的，前抛。哦，你是认真的那种。哎、欸，早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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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录这个。早安，录那个魏全龙的一天。魏全龙的一天，你是 vlog、哦。欢迎来到我们的 vlog。没有。哎、啊，你又不能找我，你有没有跟我？你说。哎，今天才来。爆料。不要。哎、欸。来，看一下我们的。保留俊文。当家的对手，上半球星凯威。哎、欸，现在是入魏全龙的一天，不是我的一天。魏全龙直接放球队，现在是要去拿早餐，七点早餐来，大家看一下现在几点？现在6:59，我要去吃早餐，拿早餐，因为7:10要开始打劫，先拿，不然他拿镜头的是他。都一次吃两分，什么？三分。所以我们要先拿早餐。今天吃什么？啊，早餐迟到。那应该是。今天吃什么？啊，你可以先停止录音。没有早餐，没有早餐，这样我都不用。哎、欸，林博佑，你没有穿裤子哦。我没有，我在拍你，我在拍我。去打劫。先暂停。他从早上就使唤我到现在。他从早上就使唤我到现在。一下叫我帮他拿牛奶，一下叫我帮他。拿牛奶，你拿个豆浆。啊，这是没牛奶，我帮他拿豆浆，还不爽。嗯，我看我们这7:10就在球场，是我们的 Steven 教练。这个打击，这个就不用看了。是开，整天在那边开玩笑的。阿尼，哎，最近几公斤啊？啊？几公斤啊？不问，你怕？几公斤了啦？从多少变多少啊？看我们有没有进步啊？有啊。有瘦了。瘦2公斤。两公斤不错。两公斤啊？分给我。啊。哦，我晕了。哎，走，哎，还要再找、哦，就是你，哎，哎呦，又是你，你怎么今天又来打？哎，稀客，这个稀客，一个礼拜来一次，他一个礼拜上班一次。就是可能选，有时候会，对，有时候会传球到，就有点难。走。虎哥走，哎，走，这样站，准备走，早安，嗯，还没睡好，眼睛好肿啊，噔，晃，这个。哦，不要打低的就好。是，你有看到的？
话，他换的话。宋学长，请问一下要去干嘛？啊？你要去干嘛？国画。那我认真的选手，你有没有看到61号，凌晨4点的洛杉矶。早安。洛西学长早安，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早安。今天的早餐，邵宏学长帮我拿的。好，我先吃早餐了。GoPro 快没电了，就先这样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俊伟。然后我那个6:10，6:10几的时候已经来球场做一些热身了。然后早上也有打击过了。那现在是开始那个团体训练的时间，今天就让我来带大家看魏全龙春训的一天。接，咱上文岛的，接，上文岛的，俊哥，这个、啊，介绍一下，没有，他进来，我一进来都是他带领我的，你都不认识，但他练球要带领我，给我告诉我怎么练习啊，然后球练啊，个性啊，还有，那我进来很紧张啊，他会在我旁边带动一下，我就比较没有紧张。第一个，我。你觉得这学弟怎么样？他会讲话，他会讲话，太厉害了，真的是真的啦，没有骗人。那你要感谢他一下吧。我很感谢他，因为进来半年了，真的啦。他没有车，晚餐，他打电话来，晚餐吃什么？然后我们就一起去。一进来，人生地不熟，都是他在照顾的，真的。一开始只认识几个。你们刚刚给他吃糖果吗？他有镜头，真的啦。平常真的啦。他平常好话没有那么多了，这是真的啦。我以前我那个训练是比较欢乐，有吗？有，真的啦。超好哎，气氛足，对啦。就差一点那个 music 可以。Sam， 讲几句话吧。讲什么话？新年快乐。对，对，我们的总教练。最帅了，对不对？哇，真帅！哇，都没带，再刚吃过呀。快点啊，都没人，都没人，接受我的 Q， 我再看一下，代表，我再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 Q 的。代表的。什么拍一拍就拉很？太夸张，你在那边污蔑我，我想说平常不坐在里面。是的，学长。你看他们家有镜头，就开始欺负我了。是啊，没进的时候你欺负我们刚好啊。好、哦，这个他叫李展毅，我帮你带一下，他叫李展毅，绰号叫李 Stu， 李市长。然后这不算什么，因为他我们什么不知道问他，他都知道。太扯了，做老板。你跟你像是就跟他们刚一堆人这样，就同一类的。对啊，一个个都在，这叫什么？什么？污蔑。不是，四个字成语。胡说八道，不是，
这叫做断章取义。断章取义是这样用的吗？喂，你们都把我那中间那一段不好的弄出来，那我中前面跟后面的好的都藏在心里。我哪有说你不好？你是我老板，哪里不好？学长都喜欢开玩笑。这个不好像，就是我们要这样分的，这个也不会放上去，为了。我没有被跟拍过，第一次早上起来要像刘继宏讲的那样，他跟我讲说，从你明天早上你闹钟一响，你就把它打开啊，拍你在干嘛？这个就是你们考验你们的时候，该剪的要剪。陈毅，这个，这个，从国一，刚那个右旗是也是国一，其实他是外面来的，他右旗是自己队的。哪外面来的？怪怪的呢。就是外面连队啊。他不是自己的啦，他是敌人呐、啊，他是敌人变队友，他右旗是一直都是队友。你是自己的对啊。对啊，你不是自己的、啊。然后现在都变司机。没有。对，你看现在当学长，我当学长了、啊，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他，说学长。他们在那边开玩笑，你们这个身为一个专业的未来体育台摄影师，现在剪辑就知道自己该剪什么，该放什么了。快用。他们两个东西，我跟你讲，我看过他们两个人都有面子，他们一定会剪进去，放心。我跟你讲，像你这一集剪下来，肯定要两个小时面，然后看。人家说从球场开始录，我跟你讲说从起床第一刻闹钟响就开始在刷牙，而且我在照镜子刷牙。按说录他一天。对啊。他就要从一天开始啊。闹钟响就开始录了。对啊。我自己通常都是。最晚6:10出门，然后到学校差不多6:20，就是6:30左右去活化，就是滚筒或者说电疗一下、伸展一下，然后7:00早餐就会来，然后去拿早餐，然后拿完早餐先放着，因为7:10要去打击，打一些比较基本的踢坐跟前抛，比较一些动作性质的修正的打击练习，不是硬性规定，应该算自由参加。但是就是比较讲求，就是你希望年轻人都可以到，啊，毕竟自己第一年最年轻的一定要到，然后打完以后就会有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早餐，然后到8:15会要守备特守，就是还没有是全部一起，还是一样是分开的，就是个别的特守，然后就会出来，他那个特差不多20分钟左右，我跟另外一个就是念祖，我们两个是每天啊，我们两个是每天都要，不管我们排到，我们两个就是每天都要出来，一起跟着做或是观摩，就是旁边学习，然后报8:40会那个开会，前面几天都是团队的开会，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教练上来讲他的议题，然后到后面现在就是野手分开开会，像我们内野就会让。我们新人或学长出来分享自己的春训的经验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这样，然后开始就9:10左右就分两个球场做操，然后做操完会先跑垒，野手啦，啊投手这个我是不知道，会先跑垒完就传接球，野手是传接球，然后传接球完会先团体有可能会做短打的训练。或是高飞球的有默契的配合，或是1360你是双道的战术，或是加杀，就这些就是投手也会一起加入的，然后结束就换分开个别，就是外野去外野守，然后内野就会来内野特守，结束就打击练习，打击练习通常都分5组，一组就是喂球的，然后打 T 跟 long T， 然后守备跟短打，分5组。然后五组结束以后，上个礼拜开始就有加 live BP 就比较接近实战。上个礼拜看球，这个礼拜打，就才有加回放。然后结束以后，一样会有个别的特打特守的组别，或是跑艇的组别，就要各个就要去做。然后就结束吃午餐。然后一个礼拜2天重量，就5天你可以自己挑2天去做，没有。野手不是就是帮你排好，就是你可以自己挑。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身体太疲劳，你觉得你再做下去的意义不大，可能甚至会造成受伤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去防护室治疗休息，这样都可以。因为我第一年，但是我觉得学长们他们一些打比较多年，像基宏、凯威、基里他们学长他们，就是
他们感觉很知道他们自己要怎么去调试应付后面的开机，他们可能现在都知道他们一步一步一步是要调整到什么阶段，他们会觉得是顺利的，就是没有延迟进度，也没有也不用超前进度这样，他们比较知道，但我自己是完全不了解啊。问是还好，因为我是很喜欢开开玩笑的，就是比较喜欢跟他们开玩笑，他们都会跟我开玩笑。我比较习惯就是看，就是我会问的话，当然还是会问，就是我觉得我不太了解他这个用意在哪里，我可能会私底下去问学长。但是其实如果他们在做，我都是边看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错的东西，就是模仿。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比较是属于那种会模仿人家那种类型的选手。我觉得这里的训练模式自己是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留给选手的时间很多。就是我觉得职业每个人需要加强的地方不一样，像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手背或是肌力体态上面需要更加强，但如果他是整个排满满满的话，就是其实练完选手基本上也是想要休息的，也不会想要去自己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。但我觉得他这边练的是他场上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，但是他留给你的时间很多，就是取决于你可以去训练你自己不足的地方。跟你想象中的职棒选手不一样。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这边就是真的蛮有活力的。我觉得我从进来到现在吧，我觉得手背进步蛮多的，因为那时候二军其实我觉得看得出来，教练们也不想给我们这些刚进来的人太多的修正跟太多的压力，就是先看看我们到底是就是水平在哪里，或是自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哪里需要修正。我觉得教练只是在观察我们，但是进来到后面秋训，然后那个刘建有下来看的时候，他就是发现我们很多问题，就一步一步。刘建也没有很急，他也告诉我们说不用急，他也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帮我们。因为我都跟另外一个练者一起，我们两个一起，就是慢慢的打基础，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。就是因为要急也急不得啊，自己的目标就是，其实总监自己有跟我说，就是他说第一年很重要，他说他希望我今年可以打席数可以很多，他希望我可以一直打一直打，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目标上半季就是在二军要稳定健康的出赛，然后就一直打，然后学习经验，然后当上去一军的时候又是另外的舞台，就是另外要学习的地方。那我觉得如果既然排上去，我不会把我自己当作是要学习，就是排上去就是要输赢，那在场下可能就是这才是叫学习。如果真的上去的话，我觉得就是不能告诉自己说还是只是在学习。我先休息一下，现在休息时间。好，禁止。那是我的休息时间。好，休息时间。师傅感受哪一个累？啊？师傅感受哪一个最累？最累吗？对。特手很累啊，然后总会不敢讲，特手很累啊。